圣诞趴哈，现在在东市。看这个，哦，圣诞前夕呀、啊。我们今天走东市，双旗埋伏坪步道。埋伏坪步道。7:01，开始进入步道了。刚才那个洞哦，杂乱的竹林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它埋伏在这里才能好进去。这个是比较陡的路段。走了半小时，岩盘凿出来的阶梯，前面是一个展望处，高地。
7:50到了第二个休息平台。那刚刚我们走的那个时间，它是天然的石头，然后去用人工去砌出来，所以还蛮特别的。走了50分钟，走了一半的路。这一棵呢是一棵百年的榉木，8:20来到百年榉木。东旗路左转是东旗路二段，我们继续往前。花店，麻花店，麻花店。这是麻花卷，东旗路二段，从这边下去。桑旗部落了。和平乡双旗部落的自由国小，然后礼拜天会有活动哈，也许明天，礼拜六哎，哦，双旗部落社区。和平区呢，看起来没有上涨。左边走，看我们现在要走川雾爱永线，也就是张氏细路的59号路段。这里是东势，多充沛。山上的大学水库不够。这个就是每一根都是嫁接的。嗯，这张氏细路的标志 logo， 哎，哦，这个是樟树的叶子。10点，
张又细路的布条，是要放回来，然后一直跑。10:13。到了民间，开始要走林间了。启程的宗旨。Yes。拜拜。对，拜拜。圣诞快乐。有些熟面孔。启程啦。启程的话，它有个口。这里比较有原始林。这是那个张志西路第59号路段，倒数第二段。田氏果园。桃花，对啊，那颗里面那颗比较照得到。鹅啊，鹅11:22，来到观景台。对对对，这里是午餐哦，是午餐。是梨子香休闲吗？防晒面膜。下面的不用，是上面的。哦，这个是曼谷啊。你看高山犬会不会咬人？高山。8K 啊。
高阶梨果园。到了，这边应该是给动物吃掉了，对啊，不是自然裂果。我要照这个圣诞老公公。小中科，小中科，对，小中科，约500公尺。空拍机，空拍机，59，还在59，增长11K.7。1:41。特制的，就是他这一次特制的，今年特制。1:57。